你的麻辣烫。谢谢你的麻辣烫。刚刚送了我大宝剑的那个左右。左手右手左右手好基友的那个人，你可以打一下你的微信号吗？或者是 QQ 号，我可以加你的。如果再有人送大宝剑的话，我就会。把你们拉到我的微信群里面。我说的是刚刚送了大宝剑的那个人，左右手好基友，谢谢你的六。我没有去关前街啊，我好久都没有回苏州了。我现在人在上海呢，就是大宝建群啊，我不是看别的主播都是弄了一个那个什么 QQ 群的嘛，我就弄微信群啊，因为我也不常用 QQ， 我可以吃个酸奶吗？